退货柜台前，民众办理退货，美式卖场食安问题，继冷冻莓果验出 A 肝病毒后，又有商品出问题。就是这款甘洛，小小一盒，来自美国，6月26号在边境查验验出致癌物，环氧乙烷。食药署会同高雄卫生局紧急启动后市场稽查，同产品仍在校期内，总共913公斤，也验出环氧乙烷，但库存只剩约230盒，有757公斤，约1114盒已经到消费者手上，恐怕已经下肚，卖场紧急全面召回。担心，受怕，他们品管都不太。认真，那没有办法，生活日常用品呢，一定会的，但是不会去碰这些东西就对了。每一个超市都一样，都有啦，多多少少都一定有这个现象，啊，顺其自然，他爆出来，我们就不要去买就好了啊，对不对？美式卖场紧急发出简讯，通知购买的1300名会员，5月24号到7月1号间有购买的人，可以凭购买记录和会员卡办理退货。医师提醒，环氧乙烷是一级致癌物，微量吃下肚可能会肠胃不适，若长期吃，恐怕增加血癌、淋巴癌或神经病变风险。规定在食品当中不得检出。将易违反食安法第15条第一项，记44条，处以新台币60000元以上罚款。国内过往在东南亚泡面、韩国泡面和冰淇淋中都曾检验出环氧乙烷，专家研判部分国家用来作为消毒杀菌或农药使用，研判问题可能发生在制程上，呼吁边境要加强查核。近新闻刘信黄宇报道。下载近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